下一句呢，我们还可以延伸一下，是不是气数已尽？对小啊，平博士，这个你想想，如果你想想，如果美国派来的专家，他哪里跟美国讲，就是哎，只是肺炎的事情，他看到所有东西他都要讲，然后到全世界看到原来所谓的中华文明根本就不是文明，没有一点文明，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不像个人应该能住的地方，你想这个影响就太大了，所以。习近平现在越想是越不能让来，越想越不能让来，全都想对了，他零信心，他没有任何信心。但是现在信心呢，可能又有新的一招啊，就是东部战区又发布最新消息，说这个啊，这个要绕台湾要巡航啊，那么同时呢发出这种，尤其是赖清德到了白宫啊，不仅吃了饭，而且参加了早餐会，七道早餐会，所以说现在呢，有人认为呢，这也是一招，就是通过这个来分散大家注意力，同时呢，来保住自己的权威。小平博士来说说。这个消息呢，我是看到了。那这个时候出的这样一个动作，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图啊？是这个，有的时候是国内有危机的时候呢，他到外头来点事儿，然后呢，转移注意力。那么这只是这个常规分析。那么他这里头有没有非常规的这个背景，就是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你从现在来看，在国内他都内政他都顾不过来了嘛。是不是啊？在这样的人心惶惶的情况之没下，有人家顾得过来呀、啊，人家现在还给那个什么非盟发贺电呢、啊，这现在根本。我这的根天！本头条都不是疫情，头条是习近平给这个非盟什么这个发了贺电，那这个他不可能，这个这是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外在的一些东西，让他觉得他在正常。实际上这么大的事，那正常个鬼啊！都是这个都，是啊，我就说这个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媒体的这标题都很搞笑嘛，个，开会，常委会开了2次了，谈疫情。这个第二次说要动刀子了，这个他在这个反腐的时候都没说要动刀子，对不对啊？所以说，打得狠，内打在得的这种狠。情况很严重。今天我跟马俊先生也谈到，就是现在这个疫情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然后他顶着雷子一定要开工。那是这就是绝对是压力空前啊！他如果这个，而且经济就完了，都已经是完了。现在你想吧，这小半年就过去了，马上就过去了。一看这不是4月5月，这种恢复啊。当年这个非典啊，你还别说，真没有今天比这今天这个严重程度要小得多。因为非典当时就那么几个地方，其他就是北京啊、广东啊、香港啊、台湾啊，就那么几个地方，这再没有其他地方有好像受到什么明显的影响，该干什么干什么的，对那呀，么现，这个今天看的消息，这更可笑，就是教育部说的，在第一线，这个抢救的这个医务人员，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优惠，这就让我想起来土匪打仗说，原来冲上去一个大洋，现在三个大洋了，整个全都乱掉了。是，现在是彻底是，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绕岛航行啊，这台湾这事儿啊，就不仅仅不光是指的，我觉得是什么赖清德进白宫的事儿，而是说这个可能呢，就是还是想扭转一下他的这种颓势，他现在的确是这个狼狈不堪啊，而且呢，我们再聊聊他就经常所说的挂在嘴边这个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他连这个他所看不上的这个胡锦涛都不如啊！那胡锦涛当年非典还在去广州街头去握手去了，看民众去了，那还引起一片欢呼呢。那么现在是谁都没去，只有咱们这个李克强总理去了，而且呢回来之后也不受待见，应该说被隔离了吧，也是一种隔离吧，因为毕竟他去过疫区嘛。所以说你现在弄得人心惶惶，这七大常委都毫无斗志嘛，毫无斗志。所以说，下一步怎么看？我们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就说，而且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说，湖北的官场，包括省委书记啊，蒋超良啊，王晓东这个省长啊，还有这个武汉的市委书记啊，这个还有市长，包括说这个矛盾上交的这位周市长呢，目前好像都是官位还挺稳的哈，没人动他们是吧？
所以说这个，但是同时刚才小平又说到这个动刀子，这个动刀子估计可能得在这疫情结束之后了，来一个秋后算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小平？这个常委会上已经明确的警告了，要对党任主要负责人追究政绩和法律责任，实际上这个刀子已经架到他的脖子上了。那他们现在没下去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一是在布兵布局，派这个干部，派谁去，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陈奕兴名字是第二次出现了，这次好像是最后一说，因为官方最后宣布的名字里就没有他，只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北京在这个动这个湖北的这个党政一把手的问题上，应该是我觉得有分歧的。我插一句，我感觉有分歧。我插一句，在这次总结这个湖北的领导动作慢的时候，忘了说一件事，其实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形象，然后就非法的打击这个贪官，因为双规都是非法的，打击贪官。然后所有的官员说，你如果在我执政的时候，在处理这个每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不捞到好处，我就不干了。所以整个全国都官员都是不作为，所以刚好赶上这件事儿，刚好是这件事不作为的，凑进去以后，把这个事儿更加加坏了。所以这个事儿在过去一两个月从来没人谈过，不作为。但是这个不作为的事情呢，这个不作为就是对陈小龙先生啊，在谈到这个官场的时候，就是官场跟习近平这个对着干了啊，我也不能搞腐败了，对不对？但是我在办公室，我坐在那儿，我上班按时去。对呀、啊，我撞钟总可以啊。对呀、啊，我看报纸，我喝茶，然后有事情启示、这可以，就是他没有积极性嘛。是，这是一个，这个他是不作为啊。但是这次是什么东西呢？习近平最恼怒的是他的叫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你说这个工商局把这个口罩厂给查了，说你没有许可证，你不能生产，这就是他们现在批评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啊。这个武汉市的卫健委和红十字会之间因为口罩问题扯皮，最后红十字会官员和统计局官员有人被撤，没有撤卫健委的，我挺奇怪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导致这个红十字会他这个口罩发不下去？红十字会说了，他说我们只负责捐赠物资的接收。那么呢，对啊，我就接收。这也的确是一个问题。对，对、啊、那么这就是说这个分发的问题呢，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事情做的，是不是啊？那么红十字会呢一共有十个人啊，十二个人还是十个人啊，然后他们只有两个人去分发去登记这个物品，因为大量的物品嘛，如果按照红十字会现在的规格配置的话呢，他只能够配两个人在搞这个登记，那么那就是这个物资永远登记不完。按照八小时上班的，五点到九点的话，一天登记个这个100项、200项到头了，对不对啊？等他实际上现在他每天登记的数和每天源源涌进来的这个数字是那根本就不成比例的，所以物资堆得越来越多，好，就扔在那个仓库里头，然后最终媒体曝光了啊，这个医院到的那个仓库去要东西了，这才把这个矛盾给曝光了。啊，再加上某个干部啊，大摇大摆的进他仓库拿东西，管你什么登记不登记的，所以把武汉这个官场这次矛盾呢，啊，内斗啊，矛盾全部都给曝光出来，最后红十字会员倒霉了啊！实际上从他的规矩来说，我就是省委书记说我收东西，没有让我发东西啊，所以这东西你要弄的话是那上面的事情啊，可是这要处理的是红十字会的人，所以这次红十字会的人在某一上，我觉得他没错哪去啊，他真的没错哪去。他就是按照官场程序在做，哎，我就负责登记，因为这个武汉市委书记说所有的物资都要到这个红十字会那，红十字会然后要登记，登记好了之后才能往外发，我没有登记完你发什么发啊？就这么个问题嘛。那么现在就后来干脆我们把这个官方提到全部绕过去，卫健委我也不要了，卫健委估计也发不过，也没这个能力发，他没几个人啊。今天我们说了武汉官场八骏图嘛，对不对啊？八骏图，把那个官场八个人的形象进行了刻那个很深，我给你们练一下的八骏图，很有意思的。这个，他就是讲的这个官场的这个情况嘛。我看我能不能找出来啊？现在我是啊，一问三不知，唐志红、
准备不足，邱立新，人传人，人不传人，是高福，物不充足，王晓东，特待等待授权，周先万，深感内疚，马国强，可汗可贡，王广发，答非所问，蒋超良，对吧？这是湖北八骏图啊，对，他就是这么个官场，真的是，湖北的官场，这些年一直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低效，或者说是令人诟病的。而且当年那个，现在这个天津市委书记不是当年也在湖北的时候，那抢那个笔的就是他们，那就在湖北的时候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数字啊，那么就看来这个拐点啊，这还早着呢。因为最新数字呢是，9号的这个新增疑似病例，这个新增的确诊病例呢又上了3000多了啊。那么昨天是降到2000多啊，很多人乐观的认为呢，似乎拐点呢要啊，希望很大啊，这个就在前方了。但是看来呢，今天又有反复，那么这个又上了3000，将近3100，而且这个死亡累计死亡已经上了900908。这是最新数字啊，这是中国的官方的数字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确诊病例总共将近已经是36000了，累计的这个确诊的是4万，重症是将近6484，那么整个来说，这个现在呢应该说这个疫情啊远没有像想象的，尤其是像钟南山认为的呢，可能过几天就会出现拐点，看来这个拐点呢还遥不可及，目前还遥不可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谈这个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就是说这种湖北的官场，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说应该说现在呢有气也不敢撒，那习近平呢也是很恼火，就在这儿。你现在发火也不是，临阵换将呢又是一大忌，干脆让这些人呢所谓这种刀下在脖子上呢，你戴罪立功去吧，看能不能做点事儿。所以说他的手下呢确实是没有人去能干事儿这么一个人，而且呢我觉得习近平本人做决定呢向来是都是离那个点儿呢差一步啊，就是他总是没踏上那点儿。包括这次事件那个春节团拜会特别让人这个受不了啊，这个只字不提武汉那么这的确就是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个他自己是怎么想的，或者他的这种秘书是怎么去帮他来做这些事儿的。难道他没有这种刚才王医师说到这个 common sense， 就是一种这种常理性的东西，就是居然就能够在团拜会的时候连武汉两个字都没出现，而且要维护所谓这种不能破坏这个节日的这个喜庆气氛等等，那么这都是我觉得让人匪夷所思啊！这样的一位被称为这么如此有思想的这样一位这种定于一尊的领导人，那么出现这样的失误，这个究竟是谁是男儿啊？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嘛，就是问习近平在哪里啊？所以说我们猜他现在呢，有消息说他已经搬出这个中南海了。去了军营了，因为中南海已经是不安全了，已经受到这疫情的影响了。